来，请看下一张。我知道，一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直播，直播，直播。金娜，耶！回答正确。Yes。不是。有钢琴肯定是他了。对对。哎，来，你看，这就是，这是我们吉娜初舞台的照片。哎，角度都没换。对，我正在准备我们初舞台，然后，对，坚定着执着，我带着我的星空。但其实也是，就是因为从小练琴到现在，其实也是一直都在准备大舞台，所以也可以这么说，是准备初舞台。对，是这样的。这个我也是为了那个初舞台准备的啊，也，因为我小时候特别不喜欢穿那个公主的那个，但是我妈妈总是让我穿这个小公主的衣服，所以我在照片里面没有太开心，所以我就觉得初舞台我还是穿的中性一点，就飒一点。哦，原来当时是在准备服装方面。站在了 C 位，我是我们家的 C 位。然后呢，那个时候流行琼瑶阿姨挽军头、啊、所以必须要梳一个这样的挽军头，就类似于这种才能出门。这个是为我后来琼瑶阿姨一帘幽梦做准备的。哇、啊、好，来，请看下一张照片。哎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秋瓷炫。对、哎、对，应该秋瓷炫。我哪知道是他呀。眼睛，眼神一模一样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曾可妮，曾可妮，曾可妮，太像了。对，很像，太像，太像我了吧，太像我了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宋月姐，宋月姐，这个太像了，小眼睛，她的那个眼神，是看得到眼神吗？就你眼睛大吗？就你眼睛大吗？陈意涵，眼睛大大的，嘴巴跟现在一模一样，完全就是你啊，头发也是卷卷的。然后那个时候人中还没有那么长。